你把你的手背是绷紧的 ，OK， 用这个力量，用手腕的力量去转你的手背，你要内转也可以，你要外转也可以，但是前弓后箭，三十秒就好。好，黑人帮我们算一下秒数，好不好？五六七 ，Go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手伸直，绷紧。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。手转快，脚会跟着快啊。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，停下来。酸不酸？你那哪是？人家是弓箭步，你在那边。为什么我一直离开地球表面？为什么跳绳？为什么你们两个可以这么配呀？哎，你们两个再一次，我看看，来，你们两个多加十五秒。一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他这是踏步。哎，这位太太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哎，我跟你讲，像这种没有办法，哎，你已经算不错，至少你还会这样跑、哦。如果你现在完全没有拍子的话，你就在原地这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就这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这样就好了，好吧？你是不是觉得现在手背很酸？很酸啊！这就是蝴蝶袖。好不好？这就是三头，这就是三头，好，包括你的肩胛、三角。